这个世界，所以不能离开，诱惑太多。这些诱惑都是魔在操纵，都是魔在诱惑。我们的习气、贪嗔痴慢，无始劫来染得太深。去都去不掉，我们受这个害受的很深，要常常想，全是烦恼，烦恼要把它丢掉。念佛可以留把烦恼念掉，念念不忘。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暂时放下，念的时间久了，养成习惯，念佛的时间多，妄念时间少，这功夫进步，功夫提升，值得欢喜。怎么样保留住，不要让它溜走，这是念佛的功夫。工作考虑今天一天要做些什么事情，这是有必要的，这不是坏事。我们这一天从早到晚很有支持，这个念头佛家叫正念，超过这个之外，无论是善无论是恶，都叫做邪见。邪见障碍念佛，正见不障碍，正见有助于我们的善心，要保持，还要增长，要靠佛菩萨。绝大多数的人靠佛菩萨，求佛菩萨加持，自己控制自己控制不住，报生同生。